那现在写的这一个叫做分解和弦的魔镜练习，魔镜，魔子的魔，进行式的进。什么叫魔镜练习？一个演奏家或者是一个学音乐的人，你要演奏技术要提升，就是要练大量的魔镜练习。魔镜的练习，你练急了魔镜了，魔镜那个谁比我不是那个魔镜哦，是一个用一个模式，然后他做一个上行或下行这种魔镜的练习，这种练习你去看那些厉害的，绝对他们在练这种魔镜练习都很大量，然后这种练习大量的练习，对我们本身学乐器的人，第一个手指头的灵活度，还有你的准确度，双手的配合，都会大大的提升。哆咪嗦哆，然后尽量在心里面拉五千复诵一次音，哆咪嗦哆。好，第二句，咪嗦哆咪。好，路线一，嗦哆咪嗦换把。所以，因为我做，我已经决定要行一高啊，所以我内旋就爱哆咪嗦哆三来。好，哆嗦咪哆。好，这个时候一指嗦，然后换回来三的咪，嗦咪哆嗦。啊，如果是国道二呢，就练到扩指。国道二来看一次，一样哦。我们直接一起来，你们比较有印象。哆咪嗦哆，方法一样嘛，没变嘛。咪嗦哆咪，然后手哆咪嗦的时候，嗦直接撑开用小拇指撒，你看。然后到哆咪嗦哆的时候才放下去。下来，好，哆嗦咪哆就要再回来了，然后嗦咪哆嗦又要撑开了，好，然后咪哆嗦咪哆嗦咪，然后哆嗦咪哆。练的时候你好像没感觉，可是你会发现，好像有一些旋律就会出现这种类似的东西，只是他拍子把它对调。当然他不会傻傻的一直吸和弦，他可能你在那，然后你们这种练习多练还有一个好处，你们在帮流行歌曲，在帮人家伴奏的时候，你会很清楚你的低调。整把的音各自是在哪里，然后你记住刚才就是一个C和弦的概念，到 G 调是不是一样， G 调是不是手哆手瑞弦，那是不是 这你们不用跟我示范一次， G 调是不是手瑞弦，那它是不是手哆咪嗦咪嗦哆咪嗦哆咪手哆咪嗦它就是会有两种路线，一种就是一条道走到底，在那边换把；一种就是什么用内外弦交替，两种都要会。所以今天的预备练习就是去练这个，这个学会之后，你就变成说之前的 C 和弦。A 和弦 ，A 麦和弦。和弦，练个两三次之后，你就可以再加这个下去，就可以C和弦的分解。
然后什么 A 和弦的分解 F 和弦的分解魔镜练习，那这种东西你练越多你的琴就拆得越透彻，你的手你的琴前你就会 反射的，你在音的位置你在反射就会越扎实，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啊，这种练习以你们的年龄你不要练多，可以的话每天练个五分钟就好了，懂我意思吗？每天练个五分钟到十分钟，我说的五分钟是不能停哦，你就乖乖的因为空山鸟语最后也有用到一句这个，这样了解吗？没印象哦，空山鸟语的最后就有用到一句这个，因为空山鸟语里面很多都是 C 和弦的组成来分解出来的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再一次哈，那我们路线一就是用内弦，路线二就是用外弦哈，哆咪嗦哆，所以练习曲，练习曲，你在练的时候要能够帮到你要拉的独奏曲，这样子了解 ？OK， 拉这种练习跟开车一样，第一个头脑一定要先建立要不要换法，然后你的手到底是正向从内转到外，还是从外转到内，还是是正向，这样子叫正向，懂我意思吗？这样子转叫正向。哆咪嗦，所以是什么像反向，再讲一次哦，不要说我们叫哆咪，是不是嗦要转出去，这个转过去的过程这个是反向，哆咪同一条弦嘛，所以没问题吧，哆咪嗦，这是不是嗦要到哆，是不是有一个转出去的动作，是反向咪，然后再来咪嗦咪嗦，正向空弦嘛，如果用内弦才是那个同一条弦，咪嗦正向哆咪同一条弦没，嗦哆咪嗦哆嗦咪哆都同一个方向，哆咪哆嗦咪哆，
嗦咪反向，哆嗦咪哆，哦，自己注意一下这个转的方向，你才有办法。这样了解 ？OK， 好了，我们再吃哈。啊，来。